小丽，小丽，给我看。注意，进来学员，咱手中拢有这份讲义啊无？若无吼，请来头前睇啊。我准备60分，拢总1分14秒。拢总1分14秒，咱切看卖。啊，这个六张，什么人六张？14，拢总1分14页，14页，那是不够。啊，这份是11年前写的，伊就当教师协会的一个 seminar 啊，一个研讨会来写。啊，题目叫做《佛教在中国之外的台湾人的应用》，因为我专门是宗教史的哈，谈论台湾社会宗教人的心灵条件。我看这点这真要紧哈，真要紧。看一点来看，啊对，看一点来，14页。啊，因为我有真完整的这个文字记录在内底，咱会当看。啊，我中间再来补充说明。甲台湾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分，又可以当讲是塑造师徒社会重要价值观的传统宗教，就是咱说认识的台湾民间信仰，伊的名吼，英文 Taiwanese folk beliefs， 请你注意有这个复数，复数。Beliefs 单说 ，beliefs 好说，因为伊有真济信仰群，妈祖信仰群，还是崇拜群，王爷崇拜群，代表公崇拜群，王母娘娘崇拜群，因这个崇拜群合成，全世界的民间信仰拢共款，就咱用单数，那是宗教就是单数啊，信仰用复数。啊，伊无教主，伊无经典哦，伊无一个例，这是这个 folk beliefs 的一个真大特色。啊，从公元16世纪开始，这个宗教现象就对来自福建甲广东的蒙面基督徒 outdoor， 并且咱的祖先在台湾拢是海产，啊，兼海上手上的啊，伫海安尼交易，啊，这个西班牙人、啊荷兰人拢同款海上兼海产兼海上，日本人是同款，啊，是安尼嘛，啊，以及这个。受因经济甲政治理由的移民群，来到这个葡萄牙人所命名的美丽岛，真侪人用佛摩萨，敢若佛摩萨无够热，爱提一伊利亚，我去巴士一直请教这台湾人，台湾人读葡萄牙，就讲这几篇人读，大家拢读伊啦，唔是啦，伊利亚，伊利亚佛摩萨，伊利亚，伊利亚是 island， the island beautiful， 直接的翻译成。所以讲，佛摩萨是美丽的尔，无地地迄个岛。啊，这个偏哦，伊这个15、16世纪的海岛，下面叫做 Ilha Pescadores， 哦，这是 Pesca， 啊，肉人哈，也伊个人的岛，叫 Pescadores， 也就是台湾个偏哦。啊，因为有这种历史背景啦，所以台湾民间信仰自然甲中原文化有一个背景啦，哈，日本冇中原文化背景啊，像讲这样跳岛。伊个建筑拢是东窑的，中间的关起来嘛吼，啊，这袂免，绝大多数哦，福西新年拢出新年文化，所以台湾的新年是中国庙会做的，啊，真中国的，分别就是安尼。啊，这个中原文化背景，咱就勇敢接纳，了解全世界，像讲印度系嘛是，即 South Africa 啦、New Zealand 啦、Australia 拢嘛是。那么是，安尼袂当讲是同文同种，请问台湾人甲中国人是完全无共，不得不然，庙宇的建筑啦、造型拢真重点些，庙宇的起安尼些拢别别，是迷你重点，千王千帝型这样子来说，当然伊所带就是一个 Paris， 一个重点啊，那算是这片甲新娘新娘的相，你看这样，还是这个啊，出席啦、婚姻啦、丧葬这款新娘的相。来做 passage， 拢不出于原乡的迄度。啊，这个文化的渊源啊，台湾人不得不承认。不过，伊伫苏土啊，独立400档的演变的结果，我改称作台湾内在性，已经台湾化，真正像咱的
所以独立于中国之外，这边间是讲因台湾话。咱人民甲土地结合，政治甲经济发展，不但会当改变台湾人自原乡所引进的传统宗教文化，也必然予台湾民间信仰独立于中国之外。啊，这个历史事实真明显，绝对不容遐个企图将台湾甲中国所谓血浓于水，一款的讲法的论调来矮化台湾，啊，这个矮化台湾的政客说话上，三四百年来。台湾民间信仰啊，历经荷兰的统治、啊，明朝的统治、晚清帝国的统治、日本帝国的统治，以及中国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的统治，到今啊，迄个顺序因为是两千年吼，所以自两千公几年以后，十年前啊，已经明显有真大的变化。徐凤仪新加坐言甲别位外观，尽管相当传统的中原性格，不过确确实实是变啊啦。十足的台湾话，也就是绝对不同于现代中国迄套宗教文化条文。为了更加具体来凸显台湾民间信仰的独特性，下面分这两大段来看：本土化的特点，啊，甲宗教的修行重点，这点足要紧。因为咱要建国，法律建国，第一大先爱修行重点。来，第一大段就是台湾民间信仰本土化的特点，这边真简单讲。十足之次世界大战终战以后，台湾有光复啦，吼，只有终战，这是我伫阿扁啊，真在对，啊我阿扁啊做台北市长的孙啦，因为我也是台北市文化局的邮局员之一，十九个吼，即单书面副市长做调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讲废止制空台地，制空主这是国民党骗咱讲。宗政教分离，其实都无嘛，一个国家主教，用咱的税金以一个大型巨型建筑公司管控的钱，管管怎骗，足够骗的，这是一个诈骗集团来提供，伊咪去建立来。啊，所以我讲，大家都讲好用忠正的，啊，必然接受忠正，啊，过来，这工资伊讲好，这真困难，因为科技时代到今吼，国民党就要把水人心。要保留这个国家宗教，所以台湾有国家宗教哦。孔子庙遗址，咱的水晶的遗址哦。这公台这个规模比华仙岭，那咱的水晶出来哦。台湾人唔敢用国，这公主这地，所以这点哦，咱爱清楚。所以忠正，不讲好。但因为这个大中国主义地台教化，结果弱化台湾民间信仰本土性格，所以就呢。却无法度通挂失伊独立伫中国之外自由发展的本土化。啊，尽管台湾民间信仰众神的来历，甲伊的自信真中国，标配古殿这个古宫殿的建筑自信嘛真长山味。随后呢，啊，许多人民长久以来已经将伊本土化，形成了台湾文化的重要。啊，所以我用这个本土化 ，indigenization。也不够呀，用台湾来演，可能这个用语啊较适当。我来第一小段吼，台湾民间信仰以师徒奠定的过程。当初唐山人移民师徒台湾第一个关口就是乌水沟嘛，这乌水沟甲民间信仰有足大密切的关联，贴身妈祖的神格，真危险。所以若要唐山过台湾，就摕妈祖的香火，伫乌水沟等海峡才敢行。所以下面这些神啊，拢甲这个乌水沟有关系。比如讲天上圣母妈祖、保生大帝，就讲王爷有百外神，水仙尊王这种水神，四海玲珑这拓海人的守护神，甲先天上帝、惊尊人、甲当地的守护神、上帝公，这拢甲海洋文化有直接关系。如果因为唐山人奠基师徒台湾的各种的需求，嘛乎这个。福德正神土地公啦，保生大帝，但是讲这医神啦，吼，啊来遮讨论念嘛，所以爱拜这个啊卫生师长级的神，就是大帝公，吼，所以大帝公庙拢会有请南哥、陆哥、小弟哥，啊，神龙大帝就是遮建造，已经足分分类的神格，啊，这真系足分分类神格，还得南北团结，比如讲，讲着尊龙、灵安尊龙、保义大夫、保义尊龙、清水祖师，这是泉州人的分类。做分分的信仰，啊，泉州人、漳州人拜开漳圣人，甲父神崇分；潮州人、甲客人拜三山五等等，啊，客人佫加一个移民爷，哦。
当然靠天吃饭的光山移民魂，始终信赖着皇上，就是天公，这是道教的演讲。道教和台湾人民所拜的天，不是天官迄个天啊，好奇怪，是真贵的天，叫做啊玉皇哦，玉皇上帝。啊，皇帝咧拜迄个叫做和天，哦、北京有一个天官，最无同。人民会当拜的天，就是因为道教影响。不过这个天的性格是有较低啊，啊，不过乱伦吼，加一个天公，就是关公，关公咧做天公叫做文殊菩萨，第一，哦，伊的全名叫做地藏。哦，玉皇大天，第十八代玉皇大天尊天灵高上帝，哦，所以台湾的天公几啊个，不是一个哈，啊，文殊公一个，啊，文殊公有迄、那个，啊，甲道教迄个，啊，甲皇帝迄个，天官迄、那个，啊，一贯都啊一个，一贯都天公叫老婆娘，是宝，是忠贤，啊，伊名字十字。连连上帝无量千里，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年尽在、代表五贯的宗教。所以你若爱知影这个一贯道的来历，我是第一个替一贯道讲好话啦。连连上帝你足够的名称啊！无量千里这道教的名称啊，三界十方。佛教是无神论的，所以三界十方十地菩萨，这都佛教的称呼。三界十方啊，跟这个万年金赞伊斯兰教的有这个阿赖称呼啊，至尊至圣这基督教的称呼。所以二十几个名代表五款的宗教哦。说是这个一贯的道亲啊，伊所讲的领导真人的刘天真啦，叫中中宗。伊若像我有一款宗教术的知识。可能伊个宗教会扩大到十个啦，毋是儒道会、雅会、五教大同，所以可见宗教是人信出来啦。咱毋通吼，毋通随便，我敢讲啥物，你敢信啥物，那安尼，咱个宗教是真 low class。这是实话，甲恁讲啊。不过我讲，即个大家若有问题吼，会当来私下甲我讨论，袂要紧。因一贯都不管是三足波多。三衣八业，这个拢真清楚，会当通来讨论一下。那就历史观点来讲呢，完全历代时期啊，按讲是台湾民间信仰的始祖奠定伊。我这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讲就好。台湾的庙吼，台湾的庙那是清朝时代所起的吼，这间庙若是拜清水祖师，马上会再甲断定讲，清水祖先的移民。拜清水祖师移民军是安溪，安溪人，安溪，安溪人真够赛帆船甲种地了，所以北部有三间出名的这个清水祖师庙，万达一间，淡水一间，三峡一间。我若教学生讲，你若去做民族调查，干来看清代文献所记的，就是讲这个所在安溪人咧住，北区人，啊，对，安溪人咧住。所以李尊先啊，这个要紧的北部台湾人物。就是安溪啦，所以是台湾地表之父啊。所以咱不是干那单纯看一个宗教现象就好，爱看伊的背景啊，伊的背景到底是。啊，若是有龙山寺的所在，就泉州嘛。泉州龙山寺搬来台湾嘛是龙山寺，台北龙山寺啊，这个叫鹿港龙山寺，搁台南毛龙山寺，看到这个名就知讲啊，这风俗化的佛教的性格原因啦。来，那这个，咱阁翻开这个第三页第二段，日本帝国时代时期，即1895到1945年，台湾因为甲中国有足足五十年久的完全隔离，因为安尼加强了台湾的信用本土化，所以吼、中国人足未见笑，讲台湾是伊的一部分。那对这个历史吼，咱这过，咱过读书了吼，也是咱的教育顶啦。历史观来看，真正中国成立台湾是伊版图只有四年啦，只有四年，就是琉球事件、赵门古镇着迄件事以后，啊，你娘娘嘞，吼，啊，剩的，伊些迄拢化外之地，也无咧管。但是日本占领台湾，十个外月以后，诶，二十年后，台湾就属于日本的土地，啊，所以。中国人，伊根本看台湾看不起，台湾是男无情，女无义，哦，尿对女，花花不用。啊，今仔日要提台湾，真未见笑。来第二小段，新界认同嘛，真多人看。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刚才点就好，点迄、迄大项迄落就好。哦，古新街一段，因为是战后，可能是这个民族意识啊比较浅啊。啊，对中原来这妈祖婆、大道公、太祖爷哈，甚至王母娘娘一直点、一直点。但是，请咱谈袂记，台湾有真侪新兴的出现，哦，请咱去翻开这个，哦，第啊第四第四页，哦，我有讲起这个王爷的兴起，土地公的兴起，外求公甲石头公，这真台湾的本土化，啊，阿妈祖、五星街一直咧复兴，啊，新兴街一直咧创造，所以一个咱三八台湾人哦，的新兴街就是拜周介石。大家拜，啊！所以我有写这个，写这个张志明介绍，有这个七字啊诗吼，在前面文文是代表一边。啊，我感觉这款的基督徒吼，我也是牧师啦吼，做牧师，还佫一个黄牧师，伊拢来，黄牧师也伫遮啦吼，就是我的学生过吼，伊拢来吼。啊，我感觉张介绍这款人来上天堂，这款的天堂我勿卖去，见笑。一生前哦，伊害死太济人，十世纪四代杀人犯中间的排第三位，听讲伊害一千七百五十万的人，比希特勒害较济啊！啊，所以这款吼，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精明，生前作恶杀人狂，也有可能上天咯。啊，我伫迄个七字啊诗安尼先讲，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我真大胆甲啊提出来批判。即使伊来上天堂，即款天堂我嘛唔敢去啊！啊，即问题真济啦，所以咱啊、要读即个宗教书的人，咱要用清醒的脑筋来看代志，唔是讲人敢讲啥物，啊我着去信啥物。那安尼，台湾人真歹出头天。啊，即、这个新兴街中间聊天店也收装扮，啊啊，连阿神仔做西的即款是变作阿神仔。啊现在就走出来，啊做一个虚构的一本小说，叫做《家境阮游台湾》。家境阮敢无来到台湾？无嘛，哦，千条毋捌一位太子来到台湾，敢过这个乌水沟，啊那万一阴准死的，方便就免做安尼。所以只有千天龙的小弟来到台湾，福孔安，福孔安，什么事事件来台湾？林双文，伫千条时代，对。千条时代，台湾有一个第一大革命运动，前后三年久，中华，对中华开始林松文，或者外国官起步，起革命，差不多就要独立嘛哦，敢若互相无占的了，全台湾的势力拢迄落，福康安现十万大军，啊，直接来将林松文拍倒，所以福康安是千天龙的小弟嘛，啊，因为伊的功劳足大。所以你若到赤崁楼，看见高地古碑，古碑有晚前文甲汉文，就是咧纪念福康安，讲伊功劳偌大。啊，对遐产生一个台湾民间信仰足要紧的，啊，才有咱客家人的朋友吼，我是真尊重客人，哦，真哦客人的迄落，阮某都有淡薄客人的血统，哦，哦一半一半。但是客人帮战福康安的军队。即个正式的人，一体埋葬的所在就变作受保障，天龙甲风水保障边啊，它变作移民遐啦。啊，唔是保障，迄个新埔移民庙啊，哦，每年十四尊哦，客尊北部的客尊十四尊，即卖扩大到十六尊，一年轮一遍，十六年轮一遍，家家户户拢抬低，唔是低工哦，一只低，哦，一只低，啊，所以。黑明英先生的学生就是叫做魏定彪，哦，很聪明啊，这真聪明。我有呐，伊建设地方员，我有甲徛台啦，吼、哦。魏定彪，伊是客人，伊真有良心，伊写一篇批评客人，这个移民业的文章，哦，恁去找应该是有啦，吼、哦。伊讲，历史上独裁政权所讲的移民，就是民族的罪人。啊！人台湾人都要独立啊！啊！你帮咱官军，从林松文打倒，说台湾国缩回啊！所以迄是民族的，民族的罪，袂得啦！吼、哦，红背心甲要死，互伊客人的，等于包括林公
金光华，我新德民进党迄落马江林甲伊是，因为伊是新埔区林立，当时叫办，历史叫当时叫办。啊，其实事实就是安尼啊，成家为王，败家为天。来，咱家看这个第三道段，庙宇甲祭奠的乡都乡都成成殿，反传统的庙宇建筑伫战后不时出来。这个庙宇建筑吼，你若看见庙前中前殿不，这个不高的不高的庙宇的天宝，叫做西甲安，二哥是二哥安，啊，会像西西甲安，这是一个称呼。那是如中心道乱等的叫做竖，还是等？啊，一贯都叫做不等，也是二啦吼，不等，就是讲拢济吼。啊，民间信仰就是烟，也是电，也是庙，吼，烟庙。因为伊是新民亲王亲的，所以叫迷你化，啊，从这个宫殿叫迷你化。啊，迷你化的宫殿就是迄个亲王亲的形式化，做庙宇较起，就起袂起来嘛。啊，但是正老庙宇起足悬的哦。在古早时代，你来看这个北洋，这个政治环，这个中国人数，你就知影讲北洋对这个中国建筑有所改变。因为为什么在因中国迄国建筑不拢起袂悬？干那藏西人骨头的塔、高站塔、七站塔、五站塔起会悬，啊、哦，唔惊唔惊方便，就是因为故宫那是七站，啊、哦，你家起看嘛，起七站太头多，皇亲国戚只有起五站。更加低起三层，啊，更加低起一层，所以庙永远就起袂悬，未使起比皇帝所大，迄个宫殿较悬，伊太老多，所以永远因花一个建筑物拢起袂悬，这是唔是我讲的，这是北洋的讲法。但是这老唔是哦，吼、哦，迄一贯都不能起的老一点，啊，七，这北京皇帝，民主时代啊，啊，这有进步。啊，哪去哪？真侪这个名古，啊，特金光古里的啊，这新民办法看的啊，啊，这就是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特点，咱先过第六页，祭奠活动足台湾化，保证台湾人的祭奠现象。要以前我看是中国文化咱骗人，那是完全台湾化。台湾的祭奠类型，我讲这四类啦。第一类就是迎神赛会。这真好啊！这个台湾文化吼，台湾文化，你若要看这个农业社会的台湾文化，你去祭奠看。啊，古早时代真济农业社会游戏拢总出现伫顶头的中间，所以有好的一面吼。啊，虽讲我是基督徒，我真欣赏台湾文化，和这个和迄个保存掉的。啊，比如讲，你甲台北囡仔讲牛下咧产。伊头壳摸咧小牛是咧，互人食牛排，哪有可能会牛菜？你唔免甲伊变来啦，西江啊，咱有搞这，带起来看西个歌，牛白色个地，安尼拖，迄牛咧有影无？牛咧咧产啊，古早时代牛是外要紧的，这个农业经济动物咧，牛咧咧产，啊压钢筋，啊西。啊，西丽歌以外，也江镇、七乡镇吼，人吃五、人西、人林，这种文化嘛，所以讲对遐过来，因为台湾人真厉害，拢甲发展甲真台湾来得上，真台湾化。啊，我大概二十几年前有去观察这个家庭吼，家庭的祭奠。台湾的这个宗教文化，不是干那受因中国的影响呢，受日本影响偌大嘞呢？后国介绍的店呢，那介绍的，后日本博阿店呢，叫到底迄个家庭的，足可爱。后原住民的山地舞店呢，南岛文化嘛影响台湾的宗教文化，所以台湾人真够发明，所以这拢总是台湾人这上的证明。保证在中国看袂到，这真趣味。所以你若家庭若咧做电视，你会看到日本博阿店、落街烧的店拢拢无。所以这迎神赛会，即款做电完全台湾化。第二型的王尊型的做电，这保证在中国看袂到。烧王尊，三年一遍，上出名的。台湾我看上水哦，
真正迄个真好的产品做着方方子，单杠，单杠。所以单杠脑这个界面吼，请恁去对头来看较袂。大部分是对水石火石开始请学吼，拢总学去一礼拜，然后正式的五条形式。哦，这就是上文化，都老所住的文化。再来西江啊，西江的船较细只，啊，家庭的船可能足大只。哦，伊最高迄个就是小王船。啊，这是王船型的祭奠。第三类型是低功型的祭奠，鱼鳞庙上代表性。迄底啊是甲1600斤啊，啊，一只敢若船遐大只啊。啊，然后骷髅索啊，就互伊去做神啦，上衣做神，就互伊牺牲。啊，这个牺牲的这个低功吧，会使送去市场卖，就爱就爱安尼分互遐送金牌。伊亲情呐，低功比赛一点哦，三天内拢要送金牌，一块一块分互伊食。啊，咱叫基督教就叫做圣餐 （Holy Communion）。诶，民间宗教那有圣餐呢？食低功吧，就是咧修圣餐呐、啊。食神的死啊，咱参悟神的信仰，咱会得到平安。真用低功型的比赛，最后就是宴会型，这里在台北市三点波啦，啊，也是这个大球场，这个下海城隍庙啦，你都无迄个够遐个空间，互你在台北市坐开这个啊。所以只有是食食，所以台湾人讲你食饱未？吼，台湾人只会食，食无止，食食。人迄个犹太人哦，烧灯头拢讲出 shalom。后来我去研究 shalom， 我有写一篇文章叫做《平安》，伊说是和平啦，愿天下太平叫做 shalom。我同伊讲，哎呀，犹太人咧讲一句 shalom 平安，唔是随便讲，因为这个民族足可怜。我今年硬硬会当出一本书，摩西甲犹太教，内面几啊篇就是咧。犹太人遐尼个厉害，犹太人做过也还去做过落来450年啊！啊，摩西用一个一心的宗教，把这个民族组织起来，啊，然后出来的啊，自由啊吼，已经自由啊吼！哎、欸，做落来关系的犹太人吼，已经自由啊，给伊一个新的宗教一心论呢。犹、欸、太人要想要等于做落来的，哦、啊，第一个。多年先无解哩，讲哦哇，自由奈遮尔艰苦，自由的代价就是无水通啉，啊无肉通食，伊生来讲遐尼流浪，所以一群人哦，一群人组织一栋叫做科拉栋，哦啊做头哦，去甲摩西吵，四栋足济人，摩西啊，好、哦，阮已经自由了，唔对，袂当做奴隶，唔过伊旷野哩流浪，足艰苦，无水通啉，无肉通食。我要阁倒来爱去做奴隶，做奴隶偌好咧？有工头通做，有安定的生活，有水通饮，有肉通食，阁有18派通领。做奴隶真好啊！军工头兵哦，今仔日国民党诶，这臭钱吼，迄若毋是台湾人天呢？中国佬都无可能啦，是毋是？啊，所以吼、哦，这就是安尼是啊。努力吼，努力努力先来改咧，有饭通吃就好，有饭通做就好，无尊严嘛。所以台湾目前的状况，国民党安尼走落来，已经66年啦，啊，66年，今年是64年吼。用迄个殖民政府甲比神的迄个在甲你统治，啊，台湾人袂醒咧。你若卖听呢吼，那有可能5都3都是拢中国人？哦，我是无 racialism， 无迄个种族主义，但是我讲事实。这真无公道嘛，哦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就是这样，哎，啊，就18人尔，啊，有工头通做，迄大工头就是5百雄甲5吨2啊，啊，爱伊得，对，哦，所以咱吼，你建议一个宗教书，我那在看别人啊，犹太人在讲沙龙是安那来的平安。就是经过足长足长历史的苦难，互糟蹋，互人欺负，哦，甚至基督教伫公元前第4世纪，哦，罗马帝国成立国教的时候，犹太教凄惨，走无路，到去阿拉伯世界去。啊，伊斯兰教兴起，哦，伊斯兰教欺负，哦，
这段历史吼，先写了白话呀。到二十世纪，互希特勒欺负，犹太人害死610万，希特勒一生害死1500万的人，犹太人占610万。就是安尼，先这个民族烧断头，你讲 shalom 包含什么？咱个见面啊！让外国人唔能够甲咱欺负，或者 shalom。让咱的民族出头天，或者 shalom。让天下太平，或者 shalom。让立国，事业做好，或者 shalom。让大家哦，这个民族的出头天，或者 shalom。这个民族立功。好好想看平安不简单但人上化的小顿头过百度你吃百回啊我在请你要跟他坐在那里说你吃百回来你这句话我是大家做的参考好这有背景这背景吧是的大家以前很可怜的腰路会怕不对对啦你在公司上不是说不是说没啦无啦，即马在你阿婆要请人，你讲食饱未？即个背景咱知影。老母的话啊，我唔对，老母的话咱甲肯定。但是讲过百度，即个民族会出头天，我是咧支持点。即个背景我无否定。哦，安尼好，来。啊，所以即个宴会型的祭典就是食，食的文化的延伸啦。哦，我唔是反对，无食就袂挂。过虎做嘛，过百度啊。对，百度第一，这是对，但是。完全过百度，蛮好的。我做一个研究宗教的人，我深深发现着，台湾人无生命共同体呢，敢若有家族共同体。哦，这不是我讲的哦。芝加哥大学一个教授，日本户的美国人，我拢读伊的册，叫做 Joseph M. Kitagawa， 北川 Kitagawa 先生。伊写这个亚洲宗教中间，伊提出一个理念，伊讲华人真可怜，敢若有 familyism 无 nationalism， 对，华人无主结果 nationalism， 讲民族主义，因为西方的民族主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华人的世界，你讲民族主义天然的，天然的，只有 familyism， 政治的家族主义，的家庭主义，啊。经济的家庭主义，为什么？因为伊拢顾家己，拢顾家己。我姓邓，我顾姓邓，姓卢的顾姓卢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啊！所以这个民族袂团结，啊，过来上破的一项，就是心灵信仰的氛围，不是一心论的啦。所以你看台湾史，族群氛围信仰。啊，用庙做中心，庙真要紧哦。伫清朝时代，建庙就是建立经济文化的中心哦。哦，啊，禅做中间老冲都好，非常讲的哦。哦，这漳州人求咱，啊，泉州人就甲伊拼，啊，建教人求咱，下教人就甲伊拼，啊，用庙咧操纵点，啊，来团结咧修台。台北这些古庙内面，拢有一挂分类海报、阵势。一旦家己台湾人放手敲山灭做伙，就是什么族群分离信仰，啊，甲家庭主义，家庭主义，无一个信仰共同体。我讲西方吼，我唔是讲讲西方，讲阿拉伯世界也好，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教，啊，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基督徒的基督教，因有一个信仰共同体，啊，基督教信仰共同体用一句政治的用语叫上帝。Kingdom of God， 啊 ，Kingdom of God， 伊个理念就是讲，老爸毋是干呐咱个啦，天下个老爸较要紧，神一个啦，天爸啊，人类是兄弟姊妹。哎，即款个强调吼，生命共同体就出来了。啊，上帝都有国土，国土是人心啦，人心经过这个精神甲你掠个，你就会自律啦，袂去害人啦。看到一个灯光啊，无乌白，无国家过来讲啊，灯了无乌白黑啦。迄类涂骹就想着别人啦，因为别人拢是我的兄弟姊妹嘛。看会踢到尾，会拔一刀，会卡骨的姊妹，所以我要捡起来，落去粪扫场。有一款信仰共同体力量，上帝国的领导人心啦，上帝国的法律，这是
无论是犹太教也好，还是这个伊斯兰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拢有这款生命共同体啦。啊，所以因认为讲，一个人若犯罪，规个民族拢无民主；一个人若成功，规个民族拢严重。所以我讲嘛，咱吼，咱台湾人较济教的，咱的严重。那你说，哎呀，我的囝哪样不是？啊，那对人袂对的，啊，门风无好，哦，命底无好，唔通安尼想。任何一个台湾人，若伫国际上出名，咱就欢喜。台湾人唔是呢，干我家族的人出头天，搞得好，把人的囝死不了，这唔对，这就是无生命共同体的力量。搁一项，台湾人可能看宿命论害死，一种就是命运天定宿命论。看生机八字，哦，就都是八字命未变，敢若运会改，啊，不是咧改运。啊，对这个运命吼，你看命是你看你个人的咧，哦，唔是讲你的命底偌好吼，你的命若足好，规个民族拢好，敢若我赞成，唔是嘛，看你家己的。所以养成这个民族靠未起，爱民主，惊死，啊，佮自私自利，佮投机取巧，这拢对迄、那个。一个个人的命运论开始，要搁强佛教的影响，佛教是伟大宗教，我感觉真敬佩。特别我个人第一敬佩的归乡，就是达赖喇嘛，为了伊民族，为了伊西藏的独立来奋斗，这个咱来个肯定。所以伊是耶稣的先知啦，哈，派出来的这个学生甲先知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阵，演讲第一句是哈罗，不是阿弥陀佛。你注意看，伊真够讲这个讲言论，啊，所以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建立，跟命运观有关系啦。有够讲正规的规，正道的道，行为的宿命，不是天甲时间的宿命。啊，这个行为的宿命，害死人积功德，积功德是积家己的，看会当上西天未？你若讲积功德，大家拢会上西天，安怎赞成？所以有够伊这个行为宿命，也无迄个。生命共同体啦，哦，干那我修仙，我好就好，哦，安尼。啊，唔然安尼，佮用一个因果业报，害了了。一个家庭啊，生着一挂只残障的囡仔，都恶弥陀啊，哦。我捌甲一贯都真人讨论过，讲为甚物恁遐唔抱一挂较破相的人吼？伊讲破相的人合同伊抱袂满，后一款代志，残障者则需要宗教，哦。伊讲唔是啦，伊的精神吼。祖公歹积德，啊，若无就爸母歹积德，所以出世这款的囡仔咧，现世报，保证你唔通以后孙啊，拢唔通蒙古籍的，唔通痴迷，唔通小鸡巴，后迄落，迄个这款的报应观，哦，现世报，现世报，啊，所以为着安尼，无迄个社会福利的观念就走出来。我甲你讲，哪弱势性命，这个社会若要好，就哪个照顾。啊，即马较咧好啊！哦，目睭无看，用迄个路会知影讲安那去。啊，坐轮椅的人，迄路安尼平平会安尼，迄是，迄拢无迄个西方的这个生命共同体力量。所以宗教的研究吼，来看这方面。所以，因无资格，连你共产党的政府嘛无资格讲是些民族主义。你敢有家庭主义的呀？你无迄个真正西方一套 nationalism。哦，这是一撮风气吼。所以我第二部分台湾人的心灵重点，因为做这个文字真完整记录，哦，咱有趣味，咱家己来，家己看。第二部分较要紧，台湾人的心灵重点啊，第七页，探讨台湾民间信仰本土化问题，嘛，得甲大家注意这个宗教现象对伫师道社会宗教上的负面影响。咱知台湾人的祖先，把因为伊的多神信仰 polytheism。甲族群增加，泉州人、漳州人、客人啊，这款的分离是真无好啦吼、哦。对安尼产生不同族群的分离性状，泉州人拜广德尊王、清水祖师，漳州人拜开漳圣王、护神将军，客人拜三山国王、吉日李明爷。啊，所以会引起冤家冲突，啊，这真无好。来，咱去掀开这个第八页，新冠甲心灵共建这问题啦吼。哦啊，第一点，帝王性格影响民族意识。啊，我直接简单讲就好。
咱现在拢是民主人啦，讲咱是民主国家，说学了无啥事啦，吼，真好。但是民主国家内面的公民，伊所拜的神哦，我唔是讲神无好啦，多神信仰的神，哦，对妈祖婆啦、大日公啦、关帝爷啦，吼，哦，王爷公、千王千帝，民主人一日到晚来拜帝王级的神，伊本身就含糊为官啦。哦，因为咱的政治甲日本、甲英国无共款，皇帝虚位咱袂晓学啦，咱袂晓学。啊，所以一日到晚拢咧拜帝王级的神啦。你讲你要做民主人，那做袂来咧，含糊为官。所以你袂晓哦，袂晓做这个土地主人，敢会晓做顺民啦？啊，我拜，唔忙，求平安，天福收就好。所以这帝王性格影响民主意识，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官方增加予台湾宗教人，只敢拢要去中国进香啦。啊，我有讲吼，我有讲台湾人所拜神足中国个啦。啊，足中国官吼，即马山西出一个官公啦，官帝啦。啊，即马趁有钱就去山西进香啊。武当山啦。对。啊，人个无神论个共产党足欢迎你个，实在你宗教统治。啊，妈祖是伫。州妈祖是讲福州话咧，来台湾变作讲台湾话、啊客话啊。福州话咧，啊，赚着有钱，啊，就偷渡像南方的妈祖偷渡去湄洲进香。啊，我吼，关于这点，我要小可去说明一下。我伫1970年代伫香港中文大学读册，伫博士学位时伫中文大学，我无去西方留学。我。第一到香港时，我注意就是妈祖，因为有人咧讲台湾的妈祖比中国妈祖较大，我真正要甲印证一下。走去香港的妈祖庙几啊间去看，果然有影。台湾妈祖地丰厚无哦，丘丘嘿，啊香港妈祖甲澳门妈祖无哦，天灰牛牛也无哦，即摆老地是无台湾的啦。后来我才讲，哦，原来学者咧讲的实在是有影，因为台湾的妈祖受一个人的地就是西龙，西龙，西龙是郑成功的部将，但是伊甲郑经无好，团做一个官将，到含清朝，规个海军，清朝都无海军啊，海军真弱啊，规拢官过，啊，然后到伊的孙仔时代，这个人。为着要迁功，这台湾人的心态就是这款人，搁在挖清朝，在拍地条，啊，当然地条那挡会掉啦，啊，甲拍倒了后，迁功已经3年，1983年，1983、1984，吼，就造成迁功去，迁功去是天主教徒，哦，讲好，我这帮安尼几啊百只，这个唔是甚物正准啊，将军啊，那将军，啊，就再顶下来。成功是妈祖无甲咱比，所以请皇帝你来贴封台湾的妈祖有连有线。所以台湾的妈祖因为这个因果，西龙的造像，就甲封作天上圣母天后殿。所以吼、哦，台湾的妈祖比中国妈祖较大啦，较大啦。唔是咱的妈祖要去自我矮化，去中国进香是中国的爱来遮进香啦。啊，即嘛唔是咧人都变啊，看人都变。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啦，吼。你过学术啊，研究台湾史的，你唔知怎样七点啊？唔知，我有去印证，印证。啊，即马湄洲妈祖已经地荒火无啦，谁家地的？三八台湾人去家地，提钱去起的庙，洪通镇也唔知。我为着对，我为着安尼吼，写有写两三篇的文章，批评大家妈祖不识时务，好，大家妈祖。也无奈，我唔是讲妈祖歹话啦，因为庙吼妈祖是好的神啦，我唔敢讲随便手画一个妈祖。啊，都和这个罗马吼，这乌道吼，也做董事长吼，啊妈祖总和你外好吼，我那满面沾豆花啦，啊，所以我有写出来文章哦，我干脆不要我过，哦，过我甲过一刀伫这个台湾日报嘛，哦，主笔老红哥。啊，我唔知影红过呢，到不起诉处分书寄予我，寄去辅仁大学，因为我伫遐研究，我那只公民啊，
写文章会当红歌，啊不技术。后来吼，我最近吼，甲李小峰咧食饭啦吼，因为阮准备讲一百年吼，一百即个英国的讲自称做一百年，讲安尼好，恁讲一百年，啊你来台湾六十年中间啊，走他宗教，我负责写两条，国民党来台湾宗教阿扁。国民党来台湾，对第二个要得哈写两条，我问李小峰，你捌红过无？我后者无，我爱讲的跟爱写文章，只干嘛要红过？互你熬过，互伊讲说踹西元过，过吼，看伊怎样开的，我嘛有罚金，就变罚400块，啊，要判这个什么，拢拿钱刷，啊后下无起诉。歌吼变相输啦，啊，为着要写文章红歌变相输。啊，我唔拿红歌呢，我伫迄个2000年吼，这个李登辉落台，阿扁也上台时，我有写一篇作文增加是台湾的温柔，马英九带头，叫李登辉落台，你会记得未？对，袂得啦，迄回忆吼，讲北京过教会人写批来我，你较小心，你是牧师。啊你！你写这款的文章吼，安尼艳用惯，安尼，啊！阮对台湾我功劳偌大嘞，黄金第几啊份来人呢？你敢知影这项代志袂煞你咯？行动亲民党的人，国民党告到副警大厦。我甲校长讲啊，讲真简单啊，啊！你副警大厦国民党的色彩也是遐浓，我都卖去假就好嘛。哦，对不对？伊讲袂使，你得爱来。哦，因为你互阮家足出名，所以你讲在，伫国际厅吼，为着我举办一个作文奖金，好好2000，叫我做，叫我入场，一个人对付几啊？当然，舞台是徛伫我这边啦。吼，你讲在，迄个叫什么？叫王清峰啊，代表国民党去。啊！哦，我的体型那么细啊，我一人对付伊。我来啊，来啊，来，将来。后来恁要论讲，我有作文增加，啊，讲无事实，你我讲的是无事实。日本时代我读过2年的国小，1年幼稚园啊。日本册这个标题我有经验过，我知影中国兵我嘛去车头反应过。啊，打拼头头镜头前，看到心肝练一遍，你都我全部拢我看下，拢较精神，拢较精神啊！啊，我若要分家归，有啦。恁敢捌去住中南海？中国共产党的中南海的宾馆哦。我讲我捌住，什么原因？就是唔知影，三月份就我一个，唔知影，真正唔知影。三月份因咧开建人大甲建乡，我一个亲的细节，老爸上大汉的，第四个细节，1935年去中国读册。看失踪啦！原来去投奔共产党去读控制大学，伊对这个毛泽东对迄个真大哦，伫中南海咧上班。我带我囡仔去甲伊认识，这是天安门事变前一年较近去台南找出来。我讲哦，这个事情哪会遮大？啊，从一变三月起吼，无入关难过，北京拢咧开会。伊讲你要烦恼，我叫两个政协。离开中南海宾馆去住别位，恁两间房间，我甲你住，啊，你甲恁大姊住，两间房间。这中南海宾馆我捌住过，我嘛讲袂听。啊，恁敢捌？我甲中国的关系袂歹哦。啊，但是我是台独分子哦，我嘛台湾教育协会会员，要一会第一个条件，爱主张台湾独立建国。当然，无讲遐清楚，我法律建国，这是正常。法律建国是正常，因为台湾地位定啦，啊，强唔强？所以为着我吼印信封哦，印信纸，啊，佮伫国际厅开一个会议，啊，你敢刷呢？我好，你佮加开几遍，啊，无人敢讲话，敢教官学袂讲，哦，安尼。所以我有即款的经验，哦，咱若正式要公开讲这话，啊，那我就是讲，唔免，唔惊官。唔惊受苦，唔惊你我电我批评，嘛唔惊你拍，哦，再有这款的觉悟，哦，若无这款的觉悟，台湾人会出头天，哦，
但是这较属于迄个自私的宗教，的宗教人较无法度，较无先理性的宗教，都无法度通做到遮。当然，我毋是咧讲家己外伟大，我还佫对遐政治犯吼的朋友吼，实是也足关注的。我讲英雄伟大，英雄伟大。今日地主宅，主宅兄今日无来啦，有来迄夜请甲吴会长去大酒店搞，真好。我讲毋是咧鼓舞武力啦，但是即个符号甲咱讲，伊台湾人对独裁政权的反抗，因为咱做得太少，所以即个官方增加予台湾宗教人去中国进香。第三，师徒心缘真难为，伊台湾咧做神吼，想起来足可怜啦，因为台湾人的性格投机取巧都真自私。我若准讲吼，迄救援百姓吼是真积极的。我去中间年吼，我迄个李正吼，即摆伊咧做迄个博物馆的馆长嘛吼，卢姐，我便去中间年民族所，因为以前我不是去。伊讲来，等到时我拨你看，人赛我一堆的心面，啊无脚无手，搁无头壳，搁破到底。啊，真水亮亮的就好。哎呀，看，啊，这样哪来？你讲人捡来，人捡来上中央经营，什么神都有，对妈祖婆，对王爷公，唔是干那有人讲啊？哦，王母娘娘，哦，土地公，这公话好，达神都有啦，无脚无手啦。哇，食了伫台湾要做神，遮尔困难。咱若求明白，求袂着，就往天翻嘞。方向啊，往破做平嘞，真苦嘞。所以，即款的宗教观无好啦。哦，这样呐，台湾人需要心灵重建。啊，我嘛有啊，我嘛收几啊仙啊，拢人服我。啊，女神吼，要甲剁脚剁手。女神吼，拢甲破面，面用咧擦粉，然后甲画画甲安尼。女神爱水，女神甲破面。啊，男神甲剁脚剁手。哦，啊，土地公上好嘞。上一个土地公，红牛退休，一挂手扭了了，这是事实哦。哦，伫台湾吼，社会不是人歹做，心也歹做。啊，这款需要心灵重建，对不对？所以咱吼，咱做一个宗教就是讲，我敢讲，你敢信就好啊。我时间到了，无啦，后面。命运哦，不，命运观甲心灵重建，你拄照讲，台湾有两款的命运观影响咱。第一款就是命运天定，啊，你的命运哦，时间甲你锁定，就看生机地支，啊，命里改了咯，运会变。只要心态变，真大变，会当改运，会当做牛人。啊，安尼。后来说入去，行为锁定就是命运主宰，啊，这真会。锁定论。予咱台湾人一世人顾家己的命底好歹，袂晓讲我的命底会好，啊，台湾人拢会好啊，袂，养成一个自私自利的心态啦，因为哪里，所以这款的命运无好。我伫遮咧小可较自私，讲起基督教好加在，我所信的基督教无宿命论，基督教自由意志论，伊无宿命，不教嘛无啊。不教行为说明，正规的规，正道的道，后面落的。因果业报就是说明论啦。无讲，好啦，那是你的解说啦吼。哦，伫阮学界方面哦，好啦，这关于这私下咱较来讲，啊，五万不教也无说明论，啊，我真甲你恭喜，但是我大啊，因为有说明论，所以有六道轮回啊。哦，前世因决定今世果，今世因决定来世果，因为这个轮回啊。啊，轮回六道啊，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哪讲这个关系不该不利吼，可能我比你较清楚，因为我有写一本佛教的册，和尼姑和尚咧看。啊，我无，唔是夸大。啊，够凶哦，够凶。南传佛教甲北传佛教。四万八千法门，你有可能看了。啊，拜托的，那是恁讲的。佛教嘛，我讲，太空飞行哪有紧啊？迄无够看啦，我一年三千呢，一个年头吼三千万公里呢，比火车较紧。我讲你讲的是信仰语言啦，我讲的是
科学的学术语言。所以请你这条，请你这个尊重我。科学不是真理。你做你，好好啦，科学不是真理就来。你这不是咧辩驳啦，我是咧讲事实。咱若有研究科学的人，我真欢迎。我是要甲你分一个家规啦。圣严法师是我的好朋友啦。我有做一个基督徒的牧师哦，圣严哦，龙山寺的。你刚才学历史啊？我伫恁中华文化研究所教册教几十年啊。一个回信接受我去教册，伊就知影讲，伊真恶变卖，因为我教民间信仰，你去问看有影。我的学生拢出家众呢，伊个回信呢，所以这点吼，唔是编的问题，这是事实啦。啊，基督教为什么无说明？因为有自由意志哦。伊关键中间两个论，你要做魔鬼的自由，你要做圣人的自由。所以，阮讲叫牧师的人吼。人性有人性的软弱，阮着哪学东山庄嘛，唔通有交接点，也唔通有猪八戒，也唔通有沙悟净啦。啊，这是人的本性，是安尼生来，因为我也是人，吼七情六欲，咱来，所以这个自由意志的作用就是对好的。自由意志向善为着民族，就是好。所以这个鸟观的问题，我刚才做两项规划就来结束。你若要相信命运，就做命运的奴隶啦。你若要相信时间的好坏，就去看时看日啦。你若要做时间的主人，你就是无咧看时看日。你若要做土地主人，就唔通看风水地理啦。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安尼尔。所以，毋忘这个宿命论影响台湾人的这个心灵状态。啊，当然啦，再来看第十页。命运天定的天有宿命，命运天造的天有宿命。第三，鬼神信仰甲心灵重叠。台湾人第一惊鬼，全世界第一长的鬼啊，侪伫咱台湾。人是 Halloween 是一日十月三日，啊，咱吼七月，旧历七月一个月，台湾做鬼那袂歹，食到八八八。这种熟悉，这种熟悉。所以我刚才讲遮的吼，互咱做一个。思考性的问题就好了吼，不然头壳会清醒。所以宗教信仰唔通，伊所用的语言是信仰语言，唔是科学语言。啊，信仰语言的发生种是信，就发生在。我来批评我家己的基督教，今仔日台湾基督教107派，外国敢起错？中国基督教王建轩呢，无为台湾人，啊，这个那就直接个，啊，基督教会。他比较清醒，他比较注重神学教育，他会晓注重这个本土化的问题甲特色，但是不是讲安尼基督教会就完全啦，就完全。因为大家拢是人，人有人的软弱，人需要努力，需要谦卑，才会进步。啊，佛教不是讲无好，我真欣赏佛教的菩萨道啦，因为菩萨提一个愿。地界不空，水不行，所以唔能咱地界拢做菩萨。台湾人要出头天，哦，啊我目睭唔难开，哎，有一款的艰苦，太好了。我希望以后吼，确实时间吼，那个董先，那个董教授来甲恁上课吼。来，一天是，兄弟。感谢，感谢。